Final Fantasy 系列最可爱的吉祥物 Chocobo 登上手机平台啦！只要使用前进、后退，就能够控制 Chocobo 穿着直排轮往前冲刺。游戏的目的很简单，只要到达终点就算过关。路途中会有许多斜坡让乔可波飞上天，这个时候要赶快利用前进、后退键调整好姿势，让双脚与地面平行，才能够安稳落地。如果乔可波不小心失去平衡，好不容易收集到的宝物就会掉出来，身后的蘑菇里可是会很难过的哦。过关后将能够获得不少金币，可以用这笔钱改造你的直排轮，让你冲得更快，飞得更高。一起来想办法突破各种障碍，拿到最快过关的成绩吧。